力量是伊的意志，伊无形如有形，是伊的能力。一套四神七鬼，特恰模式是伊的鬼王。这一路上拢有你吗？相识不敌多少春秋，看相也看过一摆，每当力量减弱，便是对分裂的损伤。这就是无完整的原因。所谓的无完整，非是指脆弱，而是修补。既然修补，如何有欠？从这地白金加水，再细心缝补，你能恢复原初这地白金吗？何况所缝补的，无一定是相同的质料，甚至颜色也不同。那一如何修补？困是战场上的司令，而伊自身的灵魂，随着不断耗损修补，至今所存。是圣爷意志与思想，仍然一点，已成了灵魂组合体，不再完整。已忘了原本的灵魂形态，忘了胜败数量。甚至忘了四神七鬼，从此无焦无色，但伊也记得你。四神是在死后用另一种形态与方式流连世间的存在，因为有形不能以魂清气流乱，伊的状况若非困实失灵，自清自己早已消亡，而被吸食的失灵无自己的意识，全为伊所用，正如是神的存在一般。以意相态，一战说，世经所在，是神所存，太师殿前后裔所记，将事自心不转，只要无言静在，伊拢会顺来。为我无夸，我真爱你会将这段故事告知我，是从不介意自己的故事为人所知，更何况这是摩西流传已久的传说，众所皆知。是吗？多谢你告知我这段故事，只是心有所感，这是一种信任。无言确实一直信任你。我明白，什么拢明白。多谢你明白。这笔金我从未收回过，有去无回吗？
这是江湖，属于秘术不难易的江湖。